让江哥哥家做菜做的变得很简单。在家开火必备一定要有炒青菜，江哥啊教了非常多的炒青菜，像是蒜炒空心菜、炒青江菜，还有炒菠菜等等，有没有去复习复习呢？今天啊江哥教你一种新的，跟外面的炒法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的味噌炒高丽菜。这种做法能凸显我们高丽菜的甜味，又非常的咸香，是种好配饭。废话不多说，赶紧来做我们这一道味噌炒高丽菜。好，就是干菜料理都可以在视频频道这边开拍前，一定要到这里开餐，不断的感谢江哥你是最爱的人，大家每个分享的。看到东西，截图吧。高丽菜切大片，洋葱切条，肉粒纹切片。味噌、酱油、水、辣豆瓣拌匀，酱汁腌入肉中拌匀，热锅下油，炒香肉片后下洋葱，炒至半熟立起。原锅下高丽菜炒香，加入盐巴、白胡椒、肉片、酱汁，炒熟后加入葱段，炒至断生即可。